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道德经》的智慧，来学习《道德经》妙解。请大家先有一个观念，《道德经》是协助我们个人迈向高等心灵，《道德经》不只是协助我们个人，它能够帮助协助整个人类意识的提升，协助人类迈向高等心灵。这方面先点到为止讲，后面大家越深入学习《道德经》之后，你就会知道原来《道德经》的格局智慧跟一般不一样，它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个人以及全人类迈向高等心灵。在各种因缘的具足形成之下，《道德经妙解》这一本书终于正式问世，而且呢，也是完全合法的书，有正式的书号、国际编码，还有国家图书馆的编码都有。这本书已经正式问世，我们现在开始来研习《道德经妙解》。上一节是讲序文概略介绍，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道德经本文来探讨。那有的人，很多人就是从头开始朗诵背诵，但是你还是不容易体会道德经里面的精华精髓，不容易提纲挈领。这一节我们就把它当作学习道德经的概论，概论也就是让大家从一个高空方面来看整个全面，看整个《道德经》的格局，包括它主要内容多么的精华，多么的精彩。你从高空来看，有全盘性的观念之后，然后再来，再从路面上，一步一步的来了解。所以下一堂课我们就会从第一经开始。那这一堂呢，我们算是做对《道德经》全面的一个概论的介绍，让大家有全盘性的了解，才不会说你读到后面还不懂得《道德经》到底它的精华精髓在哪里。我们一开始就有正确的观念，我们现在先来看哈。第一，老子《道德经》是怎么诞生的？有的人他是用他的观念思想，大部分的作家包括哲学家，他们都是凭他们的理解，凭他们所收集来的各种讯息然后写出来。所以那些作家、哲学家、思想家，他们都是写出他们脑中所体会所理解的写出来。而《道德经》呢，跟一般书不一样的地方，《道德经》这是老子观天地、观水、观察大自然而悟道，终于体会到了宇宙的真理、宇宙的实相、大自然的实相。当他体会到大自然的真理实相之后，这个已经不是在文字堆里面钻研，不是你阅读哦，你学富五车，你饱学多闻所能够体会到，已经不是那样的层次了。它是超越所有的语言文字去读懂这一部无字天书《大地风云经》，大自然的启示之后，他终于所谓的悟道，把他所观察到体会到的宇宙的真理实相很客观的讲述出来、写出来，就这样形成这一部《道德经》。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一点，《道德经》它是在客观的叙述宇宙的真理、宇宙的运转法则，
客观的叙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还有现象界的一切山河大地还有一切众生，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所以要读懂《道德经》，我们要学会去从文字跟大自然做连接，不要光只是从文字堆里面去钻研去依文解字，一定要跟大自然实相来做连接。那《道德经》里面从头到尾贯穿最重要的就是道，不是德哦，真正的核心是在道。那到底道是什么呢？道到底在哪里呢？很多人研习《道德经》，然后都会把《道德经》认为哦，老子所讲的道哦，那是一种道理呀、啊，一种法则啊，一种做人处事的一些规则啊、规律呀、啊。比如说像君臣之道、夫妇之道、亲子之道、夫妻之道，或是做人处事之道。一般人把《道德经》的道变成它只是一种规律、一种法则、一种运作的方法、规律，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不知道《道德经》里面所讲的道不是这样的层次。老子所讲的这个道讲的是宇宙天地万有的总源头。《道德经》的第一章就是在叙述道为天地万物之总源头，第一章开章明义就讲出道就是天地万物之总源头。问题是很多人他们没有从实相去理解，就在文字里面去解析，结果就会越解释越玄，然后让很多人还是一样学了之后还是很迷茫，还是没有真正搞懂。老子所讲的道都是很具体的实相的存在，所以第一章就讲道这是天地万物之总源头，所有的人你我他一样都是道所演化出来的。这个后面我们会继续再讲生命怎么来的，后面会继续再讲。道德经的第四章就在强调道为万物之源，万物之源是道。第六章道为天地根，道为天地的根源啊，包括后面会跟大家解释天是什么地是什么，我们要正确清楚的了解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不要用宗教信仰那一套去理解，我们要正确的来理解天是什么地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要正确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对我们的重要，这个后面都会陆续讲。二十五章提到道为天地母，道法自然。所以你看哦，老子所讲的那个道都是在叙述一切万有的总源头，一切万有是怎么来的。那你有看到一切万有的总源头还有万有是怎么来之后，再进一步去归纳哦，这个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宇宙的规律是什么，宇宙有宇宙的规律呀、啊，宇宙有宇宙的运转法则啊。这时候才来到所谓的德，包括天地的养育之恩就称为德，后面会陆续跟大家分享。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这样你就会对道会比较清楚的了解，道分成为未显相跟显相，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
道德经第一章重点核心就是在讲这些啊，什么是显相，什么是未显相，这个后面会跟大家比较具体的解析开来。道从宇宙本体里面未显相演化出来的天地，道德经里面常常都会提到天地哦。那天地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好，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道，天父，太阳与虚空，地母，地球，大地，流水，阳光，空气，万物，山河大地，植物，动物，人。请大家客观的来理解，我们每个人是由我们家中父母亲所生，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哦，就是因为父母他们结婚，他们在一起，然后有恩爱，所以我们就产生诞生出来。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家中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对我们的爱。但是一般人很难正确的体会到整个天地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父母，这一点请大家好好体会哈。如果没有天地父母的养育之恩，你我他都不可能活着。如果没有天地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亲也不可能活着。所以没有天地父母就没有我们的祖先，没有天地父母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所以请大家深入的去体会，我们每个人由我们家中对我们恩重如山的父母，更深入去体会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祖先，全世界的人，我们都有共同的天地父母。这方面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入去体会，道德经就是要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生命的实相，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啊，都是事实、科学、真理实相，只是我们有没有认清出来而已。道与我们生命有何密切关系？这一章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道与我们生命有何密切关系？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道生化一切，所有的万物，包括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还有所有的日月星辰、太阳系、银河系，全部都是由道所演化出来。这一章跟下面这一章请大家一起来朗诵，起。道与我们生命有何密切关系？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人类是地球母亲体内的红孩血球，红孩血球的觉醒。密切关系，以我们生命的
行全靠他。这两张幻灯片帮助大家正确的体会，地球就是我们大家的母亲，而人类呢，你我他就像是地球母亲体内的红血球、白血球。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还迷迷糊糊的话，我们去破坏山河大地，污染水源，我们去破坏生态，就像迷迷糊糊的红白血球在母亲的体内不断的在搞破坏，而母亲的身体就容易生病。我们今天来学习《道德经》，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觉醒过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原来我们跟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原来我们跟整个生态是什么样的密切关系。这时候人类觉醒过来，我们就像体内的红白血球从原来错误的认知在啃食破坏母亲身体的情况，当我们觉醒过来之后，我们就会懂得爱护保护我们的母亲，保护我们的地球。这是人类很重要要学习的课程，人类需要去体会到这样的实相。当人类体会到这样的实相之后，人类自然的就会去爱护我们的地球母亲，保护我们的生态。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的重要？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哈，这些重点概论是帮助大家正确的理解。哦，原来《道德经》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生命的实相，帮助我们认清真理实相，帮助我们觉醒过来。这一章请大家好好的体会，这个是当你深入道德经去学习之后，里面它就会陆陆续续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跟天地跟大自然是什么样的密切关系。第四点，这是孔子所讲的，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可离非道也。在往后的课程会陆续让大家进一步的去体悟到，也协助大家去求真求证，而不是只是抽象的观念概念。请大家正确理解，我们来研习道德经是为了理解道，找到道，行道，与道合一，过安心快乐自在幸福的人生。希望大家对于道重新来认识，不要用过去的偏见成见误解来理解它，重新开始对道有正确的认识。像习主席谈话里面会有提到，我们要用天人合一还有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规划来运作，让地球能够永续经营。至于如何道法自然，也就是我们如何来跟大自然看齐学习，道德经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读懂大自然的奥妙，读懂大自然的智慧，
读懂大自然的科技。大自然是拥有很高很高的智慧啊，人类再高的智慧不会超过大自然的智慧，人类再高的科技不会超过大自然的科技。所以我们是要去跟大自然看齐学习，人类真的需要虚心学习，学习大自然的智慧，学习大自然的科技。大自然的智慧，大自然科技都没有任何的污染。如果我们的科技带有严重的污染，这个科技不要也罢，因为有了它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我们要跟大自然看齐学习，至于怎么学习呢？像第二章，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是列出几章让大家参考。道德经里面所叙述的都是高等心灵、高等智慧的世界，老子就是帮我们指引出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大自然来看齐学习。后面都会陆陆续续每一章来跟大家进一步解析，让大家比较正确深入的理解，包括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应用。我们老祖宗有勉励我们要见贤思，再讲一遍，见贤思齐。对，我们要见贤思齐。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要跟老师学习，跟父母亲学习，跟古圣先贤学习。对，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虚心学习。而老子是帮助我们在提升到怎么样跟天地，怎么样跟大自然来看齐学习。这方面的课程全人类都需要学习，因为我们过去所学习的对象都是从书本、从人我相、从有形有相的跟某某人学习，跟某某老师学习，跟某某古圣先贤学习，大部分都是有形有相的。老子要帮我们提升上来，那些学习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再提升上来，来到更高的格局，更高的层次，怎么样去跟大自然看齐学习。很多人都认为大自然这个很自然啊，哪里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这个没什么啊。那是因为我们看得很肤浅，
你没有静下来，没有用心灵去看，你就看不懂，你就觉得那个没什么，好像很自然，这个没什么啊。那是因为我们看得很肤浅。当你能够心静下来，深入去观察，深入去体会，你才会看到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大智慧。这就是《道德经》第一章就讲出来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是一般人所看的这样啊。希望大家把心胸打开，把视野打开，让我们重新来认识大自然，用心灵来看，来体会，学到大自然的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道法自然。至于怎么道法自然，具体怎么去做，后面都会陆续跟大家分享。这里有归纳出来，人类要学习大自然的高科技、高智慧，零污染，没有废物，这样才能够永续昌荣。所以习主席就提出来，我们不能够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不能够用破坏性的方式去发展啊，因为这样没有未来啊。所以习主席就提出，我们不能够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啊。我们一定要做有责任心的祖先。那至于怎么样让地球永续昌荣、永续经营，大自然都在跟我们示现了，大自然都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永续昌荣、永续经营。那我们学的那些，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如果学的不实际、不实用，那不学也罢，你只是学一些抽象的观念之见。而道德经呢，是帮助我们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你真正读懂，你就会哦，那我该怎么去应用，怎么去做出来了。因为所讲的都是生命实相啊，不是抽象。如果讲那个很抽象的，你要做就很难做，就变成只是头脑的观念之见。老子讲的都是实相啊，而实相你学了之后，你领悟了之后，你就能够另许去做出来。所以道之应用，这里我有把它归纳出三章，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大家读这些内容，有没有感受到《道德经》处处充满非常高的能量？有没有？真的，处处都充满了非常高的能量，帮助我们提升，提升视野，提升心灵品质，帮助我们从那个自私自利的小我世界，把心量打开。
帮助我们心怀天下苍生。我们说要亲近善知识，我们要见贤思齐，就是要像这种高智慧高能量的经典还有古圣先贤来亲近来学习，这些都是人生方面很重要的为人处事的观念关键。你如果学到这种智慧，你应用开来，你到处都能够跟众生广结善缘积阴德。如果你没有学到这种高等智慧，我们会一直在小我的世界里面发展那个强大自我，然后自私自利，去跟别人勾心斗角，去跟别人对立冲突，到后面你会只是赢到表面，你会失去更多。而老子就是要我们学到高等的智慧，你才会来到真的活得很有自信，活得很安心，活得很快乐，也把生命意义活出来。至于《道德经》里面会提到不争，不争，很多人他认为这个不争不是这样消极吗？这样不切实际啊，现在工商业社会大家都强调快速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去争啊，我们不可以输在起跑点啊，我们如果输了输在起跑点我们就吃亏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争啊。后面会陆续跟大家分享，因为当我们去跟别人争，你就会耗能量，结恶缘，树立很多的敌人，你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学到不争，这个是很高的智慧啊，很奥妙的人生哲学啊。如果你真能够学到不争，你才会自我充实，做生命主人。这个是很深，你真的能够学到不争的那个奥妙，你就会学到这些神韵，绝对不是消极，也不会消极，你不会错耗能量去跟别人在那里结恶缘对立，不会，而会把那些时间那些生命呢，用来不断的自我充实。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生命的方向，你很清楚的知道我该怎么做才不会浪费生命，才不会跟别人结恶缘，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拥有美满幸福的人生，而且又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活出生命的神圣。老子是要我们学到这方面的，所以很多人从这个文字表象去看，哦，那个不争哦，那个是消极的，绝对不是这回事啊。不争的含义很深，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把这个不争的奥妙再跟大家进一步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学到里面的真智慧。想不想学？想。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每个人活出我们的生命的神圣，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你能够活出生命的神圣，也尊重每个人生命的神圣，你的世界会无比的庄严，你的世界会非常的幸福美满。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习老子的这种高等智慧，不止我们个人受益啊，那社会呢，人类呢，一样都会受益。至于怎么样去落实实践，道德经八十章就提出我们要建构怎么样的一种理想生活制度，一村一天堂，
这是在《道德经》八十章里面，就是把理论跟实务做结合，它是很实际很实用的，个人也受用，社会也受益，整个人类都会受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而且呢，这个世界它能够很文明又很安定，然后这个世界呢，它会真的就是和平和谐。老子帮人类指出的方向，就是来到全世界真的大家就是和平和谐，共存共荣。这就是老子所提倡的那一种理想的生活社会。我们也在几个地方陆续都有示范点，生态村，我们这些学员这些家人他们也都逐渐的在示范过着一种一村一天堂，理论跟实务结合的很好的生活方式，包括优质的农耕方式，这些后面都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就这样的因缘，道德经妙诀诞生了，大家现在也开始要进一步深入去了解。但是我们对这个源头，谁写这部道德经？老子。我们对老子来做一些认识一下，这是透过一些资料让大家对老子有初步的认识。我们一样饮水思源，我们对这一位古圣先贤，对这一位伟人，我们来做初步的认识。这是老子诞生的地方，在河南周口鹿邑。老子他本身是春秋战国时候的人，他本身姓李，名耳，字丹，他是周朝的守常侍的官吏，最初是在皇宫里面做一些就像书记记录资料，他在宫廷里面做一些记录，但是后来他转任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就像现在的国立图书馆的馆长。所以老子他有因缘，哇，把遍览古今中外的那些经典圣典，在这期间孔子也向他拜访过，也请教过，这个历史上都有记录。而且孔子向老子请教还不止一次，这个是从地图上我们来了解，这是河南的地图，老子的故里就在河南周口市的鹿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是被称为这是老子出生的地方。从小老子就很好学，跟不少善知识，不少的老师来学习。这是他当所谓的柱下史这个官位的时候情况，这都是在鹿邑那边他们展示出来的哈。这就是记录描述老子在皇宫里面君王君臣对答的过程之中，他做一些重要的记录，这叫柱下史。后来老子当周朝的国立图书馆的馆长，所以他遍览群经，真的是饱学多闻啊。这是孔子跟老子请教的情况，不只是问理方面的，老子一定是会告诉他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告诉他这些大道。这个雕刻是在描述老子在皇宫那边看到宫廷里面的明争暗斗，各种争权夺利，老子看惯，哇，
人间的名利。老子他做周朝的政府官员有三十几年，他目睹皇宫里面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皇室的争夺政变，让老子看透世间的名利，他就放下，他又辞官回老家，继续再去对道更深入的体会，同时呢，有因缘就跟那些想听想学的人来分享。这是老子他的生平简介。后来他年纪比较大之后，他想要退隐了，就是所谓的西出函谷关。刚好来到函谷关的这个地方，这个县令伊尹，这个县令他是以前老子在皇宫里面担任官职的时候，那这位县长呢，以前也是在宫廷里面也当过武官武将啊，所以他认识老子这个人。当他了解哇，老子要退隐，然后来到函谷关了，所以他就邀请老子，能不能把他的智慧，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宇宙真理叙述出来，写出来。他以前有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但是在皇宫争夺政变的过程中，他所写的那些都被怎么样？都被焚烧掉了，真的很可惜。他本来准备退休退隐了，结果就这样的因缘，在这位县令的邀请之下，让老子有因缘把他所理解的宇宙之道写出来。老子所记录包括所讲的都是在描述这一部无字天书，大自然的奥妙。所以很多人看那个好像是八卦啊，那些是易经啊，或是一些看风水方面的，不是这样。八卦里面它每一卦讲的都是代表大自然的某一种现象，八卦里面它所讲的都是天啊、地啊、水、火、风、雷、山、海，所讲的都是大自然的一切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啊。老子当他读懂这个大自然的启示无字天书之后，他开启高等智慧，然后就把他所观察到的实相没有污染，很客观的把它写出来。当他写完道德经妙解之后，就西出函谷关，又骑着牛走了。哎，对不起。讲得太顺了。当他写出道德经五千多言之后，他觉得哎，他的工作完成了，当然也在函谷关这边也做一些讲学啦。讲学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函谷关，向西行。而这个函谷关的西边，那时候就是属于秦国的地方，春秋战国的秦国。所以后来他有所谓的弘道三秦，也就是他写完道德经之后，然后他退隐，然后他又一样又到所谓的秦国那边继续去讲道。以前的秦国就是现在的哪里？陕西、哦、所以陕西那边有不少老子以前在那边讲经说法的一些流传跟道场。老子他写完经了，然后就开始哈西出函谷关啊。这个是在周口那边雕像哈，这是孔子拜会老子的雕像。孔子来问礼，老子也一样都是毫无保留的跟孔子分享。这是那些历史留下来的记录，有关于孔子跟老子请教的那些历史的记录。
而孔子跟老子请教之后，发现老子的智慧真的很高啊，很高，所以他就形容老子为什么？为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形容老子的智慧之高。而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在全世界是越来越被重视。至于世界各国为什么会重视，为什么现在逐渐的广传开来，这些精彩内容我们以后再陆续分享。 OK， 好。传